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一部《无量寿经》尤其又是跟随师长老人家的教诲，我们来深入《论语》当中有提到不见机亦不入于世等于是呢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世间的圣贤都要跟随过来人的脚步老师的脚步才能入得了门才能登堂入室世间的圣人的教导我们要契入圣贤呢，尚且需要跟随过来人的脚步，更何况是出世的大乘佛法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所以我们这一生修学最大的助缘就是我们依止的善知识。这个《法华经》上告诉我们，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佛《法华经》这句话讲得很清晰我们要见佛我们要恢复自性要靠大善之事给我们化导给我们引导手把手指导我们所以用大因缘万法因缘生在我们修学的因缘当中最重要的，所以叫大因缘，用这个大字来彰显在密宗为什么我们提密宗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所交流到的这几句就是彰显密法生灌顶阶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里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而且这么修呢感得什么无量诸佛咸共护念我们都知道师长老人家也说过这个密法是大乘佛法的研究所很高的法了那这一部经呢也是最高的密法我们可以随着师长的指导来体会所以善知识对我们很关键在密法里面有强调三根本
第一，本尊呢是成就的根本。我们的本尊呢是阿弥陀佛。弘明正章自性啊，把我们本来的弥陀佛啊唤醒。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啊，也一首偈啊，很有味道。老人家说了，弥陀教我念弥陀啊，口念弥陀，心弥陀啊，弥陀弥陀直念去啊，原来弥陀念弥陀啊，啊，很有味道啊，啊，弥陀教我念弥陀。口念弥陀，那不能有口无心嘛。口念弥陀，心弥陀啊，深深唤醒自己啊，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啊。啊，这样弥陀弥陀直念去了。啊，原来弥陀念弥陀啊。所以三时心念说。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啊，夏老这一句偈语这样念下来啊，哎，再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很亲切了啊。啊，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成就的根本是本尊哦。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就是要成阿弥陀佛。我们要直下承担啊，啊，净土中三之良，信、愿、行。啊，信摆在第一。而藕益大师慈悲啊，再把这个信呢、啊、开解六信。这个六信第一个就是信自己啊，接下来才是信他啊，信释迦牟尼佛所言真实不虚，信阿弥陀佛所教真实究竟。这个第一个本尊是成就的根本啊，第二加持的根本是上师啊，啊，其实这个加持的根本呢，就跟印光祖师讲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我们对师长老人家百分之百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把他老人家的教诲、啊、放在心上，遇境逢缘呢，他的教诲首先提起来，他老人家就加持我们了。只要他老人家教诲提起来了，就是真心提起来了。佛经也好，善知识所教啊，都是让我们提起真心，提起正念的、啊。所以为什么说修行啊，说难不难，就是正念连提起来了，境界就转不了我们了。
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啊。所以今天我们假如觉得有烦恼，而且还持续了半小时，一天，一个礼拜，哇，再下去那是太严重了。我们得思考一个问题啊，没把老人家教诲拿起来啊，不然烦恼只会持续多久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马上就把它转过来了，最起码马上就阿弥陀佛啊！我怎么可以起贪心呢？阿弥陀佛，我怎么可以起情绪呢？这不是糟蹋我的弥陀本性吗？承德在应该是25年前呢，刚开始学佛啊，刚好啊，去的那个地方啊是拜十方佛的，哇，拜一次佛啊，绕十方啊，要半个小时啊，结果呢？这个十方啊，正中间呢是毗卢遮那佛啊，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刚好在毗卢遮那佛前面呢，在念阿弥陀佛啊，念着念着，自己就哭起来了，但那种哭啊，不是伤心哦。心里啊，自自然然涌起一个心念，哎呀，我怎么把我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我怎么把我自己搞得在这个六道轮回头出头没啊？太糟蹋我的弥陀自性了。太糟蹋自己的清净法身了，哇！那时候感觉学佛啊，没有别的，自爱呀。真正自爱了，才能爱人呐，自觉才能觉他。我们假如常常啊还被情绪掌控，那我们说要去爱人呢，没有基础啦。因为可能在跟他相处过程呢，我们都有可能情绪啊对待对方啊。所以欲爱人者先自爱啊。欲助人者先自助啊。首先呢，不能有嗔恚心啊，不然很难去爱人的。无量寿经的教导啊，就是自爱啊。我们复习一下德尊普贤第二啊。我们都还在这一篇经文里面呢，大家不要觉得，哇，这篇经文讨论的太久了吧？大家要了解啊，48愿也是从普贤十愿流出来的。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所以普贤行不能划过去啊。
德尊普贤第二第一句，又有贤护等十六正士啊，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贤护首先护谁啊？啊，我们假如护不了自己，那就护别人。啊，佛门说无有是处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呢，要先在自身下功夫啊，不能急着要去影响别人呢。啊，儒家也是这么教导我们，内圣外望，格致成正，才能修齐治平，这个次第不能搞乱了，搞乱了就表错法了。为什么我们去劝亲戚朋友效果不彰，可是我们又很执着一定要劝，然后自己还很懊恼，我这么用心把这些大乘教理告诉他们了，传统文化告诉他们，他们怎么都不领情呢？这个时候不止啊，不能有情绪，一个人成不成熟啊，从哪里判断？首先呢，不情绪化，懊恼也是情绪化。成熟不是年龄啊，成熟也不是身高啊，这些外在的表象啊，成熟是控制了自己的念头，不情绪化。成熟是能为父母想，为老师想，为大局想，为他人想，叫成熟啊。今天我们假如听到别人说，嗯，你很不成熟啊，我们一听会怎么样？哇，我都中年了，你还说我不成熟啊？中年也不一定保证成熟啊。啊，所以要先自爱啊，贤护啊，首先要护好自己啊。好，那我们说到这里了，哎，我们每一个礼拜啊见一次面呢，我们有没有很好的护念自己的真心呢？啊，我们每一个礼拜相见，我们有没有感觉自己的烦恼减少了？这个很重要哦。啊，普贤菩萨啊，我们都在学普贤行啊。普贤菩萨警重记呀，四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实在讲啊，人不珍惜一天，他就不可能珍惜一个礼拜了，他也就不可能珍惜一个月了。世出世间的圣人呢，一定给我们表一个法，爱惜光阴呢，就像爱惜黄金一样，惜寸金呢、啊？惜啊，这个寸金难买，
寸光阴啊。啊，我们上一次也跟大家共勉，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打的念头是虚如法身火啊，这叫自爱啊，爱自己的法身啊，亲近法身啊。多念一句是一句啊，多说一句就废一句了。比方说容易情绪化，就喜欢找人呢吐吐苦水，发发牢骚，这么一吐啊，四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哇，大家算一笔账吧，四个小时能念几声佛号啊？不能这么浪费啊。多念一句是一句啊，其实啊，不止浪费了自己的最宝贵的时光啊，还浪费了别人的。再多说一句啊，废一句啊，多念一句是一句啊。称名即是遇光时啊，珍重此时莫空过啊。称名就是遇阿弥陀的佛光的时候啊，一心观你无量光寿如来世尊，光明普照十方世界啊，众生有缘遇是光者，称名即是遇光啊。遇是光者了，垢灭善生了，身意柔软了，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啊。如是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啊。阿弥陀佛啊，与其在那里吐苦水两个小时，何不念这句阿弥陀佛，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啊。啊，真的，真肯专注念，念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嘛，烦恼就不见了，甚至于更奇妙的事出来了。哎，突然，怎么解决问题的灵感上来了。啊，当然我们在修学的路上，弘护正法的路上，遇到一些境缘啊，会生烦恼啊，怎么解决啊？在那里啊，苦思冥想啊，想的呢，脑神经衰弱，不如啊，别想了啊，好好念阿弥陀佛啊，念着念着。心呢、安定下来了，突然想通了，屡试不爽啊，但是得要这么去做啊，才行啊，现在强者先迁呢、那个抱怨的惯性比较强啊，你就很难做了，真的提醒自己，赶快念佛了。念佛即是自心现，自心现时
方念佛啊。所以要自爱啊，不能再让情绪化做主啊，要好好护念自己的法身慧命啊，要能够把师父上人的教诲啊摆在第一位提起来啊。啊，师长人家说了，他这一生啊，为什么自己修学包含弘扬正法，能有现在的成就啊？你看老人家没有任何隐瞒了，和盘托出告诉我们心法了，念念不忘孝亲尊师啊。这是妙法哦！人在任何烦恼当中，只要把父母老师摆第一位了，这烦恼就不见了。这一念一起来就是正念了，现前了，邪念污染不上了。不止邪念污染不上了，念念孝亲尊师啊，开发心地宝藏，这就是地藏菩萨给我们的表法。怎么开发心地宝藏？地藏经贯穿着孝亲尊师啊。我们看婆罗门女、光目女，一心救度自己的母亲，那种一心的自孝，念一天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就入了法身的境界，真是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那个见佛就是明心见性了。阿弥陀经讲的不是达不到哦，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七日，一心不乱了。那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给我们这个光目女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给我们表演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在受持地藏经、受持无量寿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直下承担。我们假如有一个念头，那个我不可能，那个我达不到，这个念头就是最严重的障碍了。你信为道言功德母啊，这一个念头已经不相信自己的真如本性了，就形成障碍了。所以师长老人家教导我们，佛所讲的一切经都是我们做得到的，因为他老人家也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给我们说法，也是应我们的机啊。既然是应机了，怎么我们会做不到呢？所以无量寿经呢，每一句啊，拿来做的。普贤行就是生活、工作、处世待人接物，所以我们这一品经学完，我们的目标，我们的
起心动念一言一行要跟普贤行相应，这样我们呢才真正呢礼敬诸佛啊。首先礼敬了哪一尊佛啊？自性佛啊，不糟蹋自己的时光啊。人生难得经已得啊，佛法难闻经易闻啊，今生不将此生度啊，更待何时何生度此生啊。一个不会尊重自己的人能尊重别人吗？就很难讲啊，自爱才能爱人啊。所以普贤菩萨警钟句啊，让我们礼敬生命，礼敬光阴啊。世日已过啊，而且我们离死亡又接近一步了呢。但念无常啊，慎勿放逸啊。而普贤菩萨是密宗的祖师啊，密宗是普贤菩萨传的，禅宗文殊菩萨传的，所以这一段是 密法升灌顶阶，受菩提记啊，师长老人家指导的很具体啊。我们把这一部经念一遍，就十方诸佛啊给我们灌顶，而且是用顶法给我们灌顶的。用什么法？无上深妙禅给我们灌顶。这句阿弥陀佛无上深妙禅，所以念这一部经，念这一句佛号，都得到一切诸佛的灌顶加持啊。我说到这里啊，你们怎么没有露出微笑来啊？啊，已经中了佛门的第一特奖啊。所以《无量寿经》啊，密教显说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啊。佛门的密啊，是奥秘，是深密啊，幽深呢啊，不是有什么秘密啊，不是说要保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能一文解义啊。而且呢，显密啊是互为表里啊。就像这个手。这个手背是显的，手心是密啊。它不能分开的，它是一体的。那既然这一部经是密教显说啊，那就代表它会快速成就啊，当生成就，因为密法强调的即生成佛啊，往生就是成佛嘞，圆正三不退，无量寿啦。所以黄念祖老居士有说到啊，他去请教贡嘎活佛，说念阿弥陀佛，这个是不是当生成就？那贡嘎活佛
马上很肯定的就是。而密宗的要义啊，它最重要修学的关键在哪里呢？为什么他的修学成就那么快？这个我们要了解，因为他最强调的如实知自心呢、啊。如实知自心呢、啊，就是我们刚刚念下莲居老居士那个偈子，原来弥陀念弥陀啊，弘明正章自性啊，深深唤醒自己啊。如实知自性啊，其实就是我们无量寿经里面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弘明正章自性，净土方显唯心啊。极乐世界哪里来的？真心变现的。十万亿尘去此不远，心作心事啊！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啊？静修捷要也是无上法宝啊！把五经一论的精华都含摄在其中啊！这也是下莲居老居士的大慈大悲啊！知道我们现在人工作忙啊，持诵经典的时间可能有限了，他把精华全贯穿在其中了。其实我们看密宗是如实知自心呢，我们看三辈往生第二十四品。三辈都有什么？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啊。你看这个发菩提心跟如实知自心不是很相应吗？所以我们是密教显说啊。所以大日经，这个大日如来就是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所以在静修捷要第十二拜一心观里显密一体，身土不二，称名无异持咒，教主即是本尊，大日遮那同归光寿，华藏密言不离极乐，数穷三际恒遍时虚啊，阿弥陀佛。所以禅密境不恶。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举到大日经里面教导菩提为因，菩提心呢是成佛的种子啊。大悲为根啊，所以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因有众生而起大悲啊，因有大悲生菩提心啊。所以为什么佛菩萨感谢众生啊？因为众生的苦难把他的大悲心啊唤醒了，见义勇为啊！
尤其我们刚刚说到的孝亲尊师的心呢、啊，孝亲用至孝的心救度自己的父母。婆罗门女、光目女给我们表演了。而今天我们接触到大乘佛法，又知道了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所以佛门的孝啊，不单是敬这一生的父母哦。这样的宇宙人生真相啊，我们自己想啊，想不到的。佛是大觉呀、啊，他了解这个真相，给我们讲出来了。所以《菩萨戒经》呢，《梵王菩萨戒经》里面就强调这一点了。所以要受菩萨戒，心境是一切男子是我父啊，一切女人是我母啊。这就是平等的孝敬了、啊，就跟大乘佛法相应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炎黄子孙学大乘佛法这么可以接得上？因为有中华文化的基础啊。假如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恭敬、不爱护，那要学大乘佛法没有基础了。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了。记得啊，黄念老说到了，我们还有很多过去生的父母还在地狱受罪啊，那我们假如不怀疑佛所讲的这个真相，那我们不可能袖手旁观的啊，一定以每一天精进的修学来救拔生生世世的父母。所以行菩萨道，四大菩萨是我们的榜样啊！首先孝亲尊师地藏王菩萨表的法，从孝亲尊师接下来是观世音菩萨大悲啊，那就是一切男子是我父啊，一切女人是我母啊。可是我们在帮助一切众生，我们要悲智双运啊，不能只有用慈悲啊，到时候慈悲多祸害。不能只有方便呢、啊，还要有智慧哦，不然方便会出下流啊。还得要刚柔并济呀、啊。宽猛相济呀、啊。有柔也有刚哦。没有原则怎么度众生呢？哎，学成烂好人，更严重学成乡愿，不行的。有为有所啊，知所进退啊，不能一直退，退到所有的机缘都黄了。
那没智慧的。当仁不让啊，这佛法是活学活用啊。你说让啊，都得让啊，那不该让的时候你让就没智慧了。哎，连持戒，你该开戒不开戒也是犯戒呀、啊。大乘佛法活活泼泼啊，你得要冷静想一想啊，你这么让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对众生有什么好处啊？都要用智慧判断，知所进退啊。大家看，孔老夫子世间的圣人呢、啊？他做大师后，第一件事是什么？这个大家要去体会体会，我们学儒啊，孔子是代表啊，学佛释迦牟尼佛是代表啊。孔子一做大司寇，那司法单位第一把手了，首先把邵正卯杀了。哇，我们学佛的一听，哇！怎么会这样？这个大家要会体会哦。因为邵正卯啊有五个特点，有一个特点啊，这个人就该杀，更何况他五个都有。我们假如把这个邵正卯呢拉到现在来看呢，就是呢邪教的魔头啊，他可以骗千千万万的众生，可以断千千万万众生的慧命。你是杀还是不杀啊？你不杀他，等问题出来的时候啊，来不及啦。怎么爱护百姓啊？我们学传统文化，不要学的黏黏的、软软的啊，这个刚柔并济啊，不要学在相上啊。孔子杀人呢？孔子杀人是慈悲啊，我们得看得到啊。首先对谁慈悲？对邵正卯慈悲。怎么说？他少造多少地狱业啊？佛门有个公案啊，在一艘船上有500个很有钱的商人，船上有不少宝物啊。有一个人呢，起了歹念呢，要把这500个商人呢都杀了，把这些钱独吞。结果啊，船上有人证阿罗汉呢。知道这个人起的歹念呢、啊，他一定会这么做的、啊。这个阿罗汉怎么做啊？杀了这个人。开戒呀、啊！那我们想一想啊，他不这么做，接下来是什么结局啊？
啊，那这个人杀500个人，你说他要在地狱待多久啊？哎，这佛门啊，活活泼泼啊，该开戒你要开戒呀、不能学在相上。啊、哦，这个公案大家都学过啊。所以大学里有一句话，为仁人，真正仁慈的人，能好人，能恶人。就像在一个朝廷、一个团体里面，你不把会把团体搞垮的人。你不把他流放，这个朝廷就完蛋了。所以尧舜他们啊，兄这个舜放四兄，就是个大恶人呐、把他放逐了，不要让他再造业了。所以为仁人，能好人还能恶人呢。哎，真正用心护念他，他不接受，习气越来越重，完全不能反省，还会影响到团体，影响到朝廷，那当然要处理呀。啊，不处理了，领导者有过失哦。你是领导，你有权呢。你要用谁？那是你的权呐、你要处罚谁？赏罚要分明啊！哎，大家可不要说啊，我们都学大乘佛法了，慈悲就好了，不用讲赏罚了。那大家要注意啊，不讲赏罚，犯错的人越来越嚣张。那这个慈悲就都坏了哦。现在人你不用赏罚，不用厉害啊，他不痛不痒的。你得要看众生的根性在哪里呀、法不能用错地方啊，得要就事论事啊，客观判断。客观来处理，而且红跟富啊不一样哦。啊，弘法的人广结法缘，哇，众生肯来听，好啊。哎，护法的人呢，他整个护法团队要稳定啊，才能让弘法的人安心教学啊。那护法人员，那是要给大众表法的人，啊，总不能说啊，谁发心了就给谁来做干部吧，那会坏事的啊。啊，那有口舌是非的人，那你不能让他进来当干部啊，那就没完没了了。那内耗，你每天一个头两个大了，你不能怪他，是你用他的啊。所以老法师为什么让我们要学群书治要啊？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呢、要会办事儿啊，要会管理呀、要会为政啊。啊，弘法的人广结善缘，啊，师长啊很慈悲啊，啊，一般私底下很少讲人。除非是真正信任他的弟子，他绝对知道。啊，我们去请教他老人家问题啊，都是慈悲给我们教导，很具体。
我们当弟子的不会观察，有人要去请教师父，他说不要去问了，师父都是好好好好好好啊，他连善知识都不会用心观察，为什么师父都给他好好好？因为他其实心里都已经有他自己想怎么做了，不是真正要请教的，师长很清楚啊。观察错了，误了自己啊，还误了他人，还叫人家别问了。那为什么一般私底下不讲人？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一指导我们，我们不能完全接受啊，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一不舒服啊，就在内心里开始发酵了。慢慢慢慢呢，可能跟师长的缘就会变化了，所以不讲也是慈悲啊，这个我们要会去体会啊。师长说的，20岁以前可以讲，20岁到40岁只能暗示啊，40岁以后不能讲。我们观察自己，观察身边的同参道友，都是修行的人，不是一般大众哦。能够听人家劝，然后去改正的，不可少善根福德，真不简单。一听人家指正自己，首先一个不舒服就上来了，所以我们要扎弟子规的根啊，闻欲恐，闻过心。所以为什么说要先对治见思烦恼？这种思惑，这是自我的感受就上来了，他不理智了，自己的感受一上来，就被这个贪嗔痴慢疑的情绪啊影响了。承德自己啊，18年前啊，回到祖国大陆啊，在海口啊，就开始啊带团队了。真的，成年人要能讲啊，真是不容易的。已经不好讲了。尤其啊，这个同仁呢，假如直接又可以见到师长老人家，那我更是不能讲他了。他接到师长那里去了，他直接见到皇上了。所以这个自我感受要扶得住啊，才能冷静下来啊。冷静下来想什么？现在谁愿意得罪人啊？还有人愿意讲我们啊？很难得了，这个金刚道友啊。要劝我们呢，可能人家还考虑老半天呢，战战兢兢呢。当然劝人啊，还是要注意态度了啊。你一下子哇，太强烈了，对方首先还没听清楚你讲的话，先因为你的态度啊，他是烦恼了。所以要和言爱语，劝喻彻经啊，这个时候无量寿经要提起来啊。
所以师长啊，给我们讲这个，真的也是人情世理啊。啊，学佛的人面对境界要清楚啊，什么时候当讲，什么时候不当讲，什么人当讲，什么人不当讲，都要懂啊。好，所以我们一起学习《论语》啊，就是学人情世理啊。啊，不懂人情，不懂事理啊，是佛呆子，是书呆子，会伤天害理的，会好心办坏事啊。论语得学啊。啊，我们一学大乘佛法，结果这个大乘佛法变成我们傲慢的真上缘了。啊，我的根性学大乘佛法，这些都是世间法。那出世法也是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啊。你不懂怎么做人做事啊，那怎么在世间把事办好啊？啊，怎么可能不造业呢？可与言而不与之言，你应该给他讲，你不讲，失人，对不起人了。善相劝，得皆见；过不归，道两亏。不可与言，人家又不够信任我们，我们还爱讲。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了，讲错话了。啊，你一讲完，他脸色很难看了。隔天在办公室看到你还瞪你一眼，啊，你在那里很难过，国摇吕洞宾啊，不是好人心啊，啊，这个时候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哦，我们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了。啊，君子啊，不失人亦不失言。啊，《论语》又说：“中人以上可以欲上也啊，中人以下不可欲上也啊。”哎，你看这个都面对境界很清楚哦。这些话能不能对他讲？他的程度够不够？你跟他的信任缘分够不够？这个都要判断，所以言语啊很重要哦。孔门四科，言语排第二哦。好，我们冷静观察看看，人一天可以讲几句话？啊，我们算500句就好了啊。你讲对了，500句是积功累德哎。啊，500句讲错了呢，造业了。随缘消旧业哦，不再造新殃哦。啊，所以《无量寿经》把身口意三业，把口业摆第一位哦，很有道理啊。随缘消旧业啊，锁不住口业啊，每天轮回业又不知道增加多少。业是有力量的哦，事业，这个事做完了，它是存在业力的，不能再造新殃了。所以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啊。首先呢，不能积他人的过，因为一个人能不能呢心越来越清净，口业的影响太大了。我们会去扬人家的恶，一定是心先动了，先见人家过了，
心不清净的。我们是要去极乐世界的，一切行门以净心为要哦，清净心重要啊。这口业也是要守清净哦，清净口业，清净身与意业。好，我们讲到这几句是密法，三密相应哦。我们的身口意要跟佛的三密、身密、语密、意密相应。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就是语密相应的。而且这个法妙，妙在哪？妙在你一密相应，契入了，其他身密、意密自然相应了。所以能够极深成就啊，所以叫净念相继啊，兜摄六根，净念相继，你看语密哦，就能得三摩地啊，是为第一啊。所以我们同参道友之间呢，难得的缘分呢，我们可以互相切磋啊。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如切如磋啊，如琢如磨啊。不然呢，有时候我们执理废事啊，执事废理啊。比方说佛菩萨安排，这是理吧，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结果当领导了，看到一个人来了，佛菩萨安排就用他了，这执理废事了。知人善任啊，你都还不了解这个人，你就把重要的工作就交给他做了，让他去教学，结果家长生烦恼了，孩子也学不到东西，还学偏了，那我们还说佛不是安排啊，那是解错了，解偏了啊。没有事出事法，只有觉迷。觉了，当领导就是菩萨道，当爸爸妈妈也是菩萨道。你不能说当爸爸妈妈就是世间法，那是我们的分别啊，在那里分别事出事法，哪有事出事法？觉迷。佛菩萨跟我们一样啊，生活在这个世间，穿衣吃饭啊，心不一样啊，我们染着他觉悟啊。佛菩萨在哪？未教菩萨做阿舍利啊，常行相应无边诸行啊，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呢、在各行各业实现呢、度有缘的众生呢、师长讲经也说到、佛菩萨就在我们身边呢，我们自己会不会看呢？我们看佛菩萨来实现呢、都在点化我们呢。点化我们不要分别心了、所以寒山拾得普贤菩萨、文殊菩萨的化身呢、在道场里干什么？在厨房干活啊，
那世间人会分别高下，哇、哦，上台讲经的，哦，我们就很恭维啊，啊，在厨房干活的，我们就有点轻慢了、啊。这就提醒我们了、啊，但我们得会看、啊。所以这个弥勒菩萨要走的时候，也是点化我们。啊，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啊，时时是时人啊，时人自不是啊。他老人家用了什么？时时是时人呢、欸？他什么时候在表演啊？他没有一刻停、欸、他是在为人也说啊，他在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啊，阿舍利是鬼犯师啊，他一举一动威仪住持有则得啊，他都在以身作则啊，他在随缘妙用啊，无方德啊，啊，所以每一个因缘，他的身教。他的言教都在启发我们，而且他会抓住每个机会教一点、啊、辟善幻师现众意象、啊哦、这个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啊哦、这个是第五集的、哦电光表什么？快速啊！哎，真正那个机会教一点啊，一过去了，你再来讲啊，变啰嗦了。你把那个机会点抓住了，哎，对哦，你看差很大哦。你看师长老人家啊，每一个幽默啊，都在点化我们了。犹如电光啊，他抓住这个机会点啊，人家跟他问你哪里人呢、啊？师长说我是地球人，我们同乡啊。你看打个招呼是不是佛法、啊？连打招呼啊，都在点化我们了。哦，比方说这个主持人问师长。传统话有没有糟粕啊？师长说有。哇，我那时候在底下都傻了，师长怎么说有呢、啊、接着他老人说，因为他们看不懂就说是糟粕。在场每一个人都深思了啊。接着进一步还分析了。古人比我们清净啊，比我们寡欲啊，清净心生智慧啊。我们现在心浮气躁啊，欲望可不少啊。啊，所以古人比我们有智慧啊。而且这几千年来，那么多的圣哲人呢、啊，真的有糟粕要改啊。也轮不到我们呐、啊，早就改掉了。能放在经里面，经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才能称为经啊。不然就是书而已啦，不是经啦。书5年10年之后啊。90%的畅销书啊，就没怎么人看了。大家看《论语》《老子》，2000多年了，还多少人在看呢、啊？甚至于是不同国度的人都开始学习了。这个我们都要观察，师长，
陈德觉得自己很大的福报啊，遇到老人家了。每一次读四书五经，啊，读无量寿经，读大乘经，哎，这个理呀，感觉起来比较深呢，比较抽象啊。可是只要我转一个念头，这一句啊，师长怎么做的？这一句就活起来了。啊，所以师长不止给我们讲得很圆满，他还给我们做得很圆满。啊，我们看师长啊，常行相应无边诸行啊，一举手一投足，慈悲的流露。真诚的流露，我们弟子们看到了，我们的善根就增长了。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呢、啊？有一次送师长回去，去六合院呢。那因为呢，六合院是在这个小巷子里面的，旁边还有农田的啊。所以车子停了，我们就继续送老人家进去。看到啊，几个小朋友，哇，他们很热情啊，跟师长打招呼啊。师长说：“啊，好乖，好乖啊，明天给你们糖吃啊。”接着就进了门了。第一件事，交代弟子：“哎，赶快给我。”把糖准备好。你看，面对一个小朋友啊，他都是礼敬，答应人家的事啊，一点都不含糊啊。所以这个真的可以亲近师长啊，真的是很好的，很大的福报啊。好，当然。承德讲到这里啊，你们不要内心啊，我还没见过呢，这个失落感就来了，这个失落感也是烦恼，时空啊，叫不相应寻法，这个白法明门论。这叫不相应寻法，就是不存在抽象概念。你把它当真了，它就是障碍。哎呀，离那么远！哎呀，释迦牟尼佛都离我们3000年了，我们就被时空给障碍住了。我们自诚的心，时空就突破了。所以智者大师读《法华经》。读到药王品，去参加这个灵鹫山的妙法莲华经的大会了，没有障碍。孟子学孔子，孔子不在了，他学得很好，亚圣的。而我们学教啊。要当师长的知己知音，神教他老人家，神教古人呢、自诚心呢、可以感动我。你听老人家的一句法，你就体会到他的心境了。目贤当目其心呢、看到师长常常举无量寿经，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体会到老人家树道啊，
中恕之道不离于心呢、看着带的弟子跟了他十几年二十几年、在财色名利面前呢没有过关。大家想一想，培养一个学生二十多年多少心血、这是陈德有看到的。但老人家马上说，不能怪他们啊，因为他们不是从小扎根的树道啊，而且不止啊，没有难过啊，还转成一种力量啊，真的要扎根啊。所以经历这些带学生的体会，更形成一种愿力，大声疾呼啊，办一条龙，不然人才培养不出来。所以我们在听老人家讲目贤当目其心呢，有没有把那个心境马上受用受持在自己的心中？哎，我从此刻开始，我效法师长，时时用恕道宽以待人。那时空就不是障碍了。那我敢跟大家保证，我们这么学啊，你常常会梦到师长摸你的头。I promise。感应嘛。这个我们有一个同仁就梦到师长跟他说，你要讲《黄帝内经》啊，因为他是中医师啊。哎，你看那个梦还很准呢、我都没有梦过师长叫我讲《黄帝内经》哦，感应不思议啊，这是真的。包含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师长老人家尽心竭力带了二十多年的学生，出了情况了，他把他转念化危机为转机啊，化悲愤为力量，化烦恼为菩提啊，化人生的苦难呢、为愿力啊。那一般的人培养了二十几年，那多伤心呢、一转尽心竭力办一条路，尽心竭力培养年轻人师长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说了，我们现在求的没有别的，传人呢，儒释道的传人。哪一个年轻人发心，我给他做护法。谁做护法好啊？弘法的过来人啊，他会护啊。和师长办汉学院办一条龙，都是要护持发心的孩子，发心的年轻人。发心的家庭。为什么说家庭？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呐、你看一个孩子他愿意，他父母不同意也很难的。
哎，今天父母都很愿意，孩子又发心，我们要尽心尽力护持他，太难得的姻缘了。我们看到了，都要惜缘呐。啊，像承德，啊，出来分享传统文化。啊，我们一些亲戚朋友，啊，在聚会的场合，啊，遇到承德俗家的父母，也会说：“哇，你儿子做这个很好呢。”啊，那承德俗家母亲啊，比较单纯嘛。啊，听到人家说这个很好，啊，就给对方说，哦，那你的孩子也来做吧。哦，然后对方说，哦，先不用了，先不用了。哦，人家心里一想，这个事是不错了，好像赚不到 money， 是吧？这个 money 感觉起来比较有实在感。哎，哦，所以我们见到我们汉学院的同学的父母、家人，哎，我们也是肃然起敬啊！啊，这个我不能这么举哈，我应该合掌哈、啊。哦，要合掌哈、啊，这个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哈、啊，出家人的身份哈、啊，不是用敬礼啊，不是这样敬礼，这样是这个是军人啊。哦，好，哦，所以真的，假如说啊，我们每一句经文呢、啊，啊，都连接师长的风范了，这每一句都可以讲很久，所以我们要珍惜遇到师长的福报啊。啊，尤其在末法时期啊，这样的善知识很难很难遇到啊，所以我常常啊遇到一些同修啊，初次见面呢、啊，说实在的，能不能再见第二次面也不知道了啊，因为世界那么大，哦，有时候我们去这个国度也很难常常去啊。都跟他共勉，我们这一生遇到师长老人家，我们成佛的机缘成熟了。每一次我这么一讲呢，我看对方眼睛马上就亮了，互相共勉了，互相鼓励，这个是真的。尤其啊，师长啊，又给我们介绍这一部经啊，当来一切寒灵啊，皆依此法而得度脱啊，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无极之圣道一往啊，不是很难。真心切愿，老实念呐、啊。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大日经》说到的，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啊。这句话很重要。你不方便呢，众生学不了，太高了。教人以善，无过高啊，当时其可从啊。所以方便就不能究竟，究竟又不方便。啊，《法华经》《华严经》究竟啊，可是一般人学不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开了这个方便究竟的
法门呢，只要信愿持名，这方便的妙法。佛以慈悲啊，独留此经呢，止住百岁。所以一心观理，当来经灭，佛以慈悲爱悯，独留此经，止住百岁。欲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是故我今自心顶礼，广大圆满简易直解方便究竟，第一稀有难逢法宝，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所以这一部经啊，可以普令众生顿超生死苦海，顿超哦，一生成就啊，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他方便就净了。所以我们好好珍惜学这一部经啊，这个珍惜啊，不能是激动的，也不是嘴上讲的。怎么看出来我们有没有珍惜啊？我们有没有依教奉行？我们有没有把这一部经呢，转成我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每天有没有升灌顶阶啊？念这一句佛，读诵无量寿经，就升灌顶阶了。持静修节要，升灌顶阶呀。受菩提记，可别忘了，我们同名妙音如来啊。师长多善巧啊，给我们取法名了，从无量寿经找到灵感，同名妙音如来，那也是提醒我们了，妙音呢，最妙的音就是这一句万德洪名啊，能灭众罪啊，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啊，业障重不怕，只要肯老实念佛啊，身意柔软，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所以一定要转经哦，不能分别执着。佛法就是生活，就是工作，就是处事待人接物。你不能说哇，这个是普贤行啊，我做不到。那这个念头就障住了。为教菩萨做阿舍离。阿舍离鬼犯师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可以给人家做榜样。其实谁都做得到。肯不肯做而已啊。而这一句在哪里啊？在当爸爸妈妈要落实这一句啊。我们假如不做孩子的阿舍离，他跟谁学啊？当老师的人不做阿舍离，那学生跟谁学啊？
我们要扮演好每一个角色的本分，都要以身作则。所以这一句经文，我们当下就要受持了。真受持了，就很有力量，去对治我们的习气。啊，我现在一言一行要给我的孩子好的影响，责任的承担，成长的开始。所以这六句啊，师长老人家说的，就是五十三参，就是菩萨在各行各业表演。承德再延伸一个角度，不只是各行各业在表演，每个角色都在表演。身为炎黄子孙呢，真有福报啊！大家观察看看，三太、太江、太任、太氏，他在哪个角色行菩萨道？当太太，当妈妈。所以我们传承下来，称结婚的女子太太，很有文化的含义在里面啊，期许在里面啊。啊，妻贤夫祸少啊。哎，一个女子有德啊，这全家人不遭难啊。她的心很定，她安在这整个家里，她没有自己啊，无私奉献啊。人没有自己啊，贪嗔痴慢啊，就扶住了。哎，念念为全家人想。一有什么征兆，他马上能感觉到，真的是妻贤夫祸少啊！真的，那妈妈用心教孩子，那个孩子的眼神一看就知道今天一定有事儿，赶紧引导引导，让他讲出来，啊，让他跟你无话不说，一辈子。你随时都可以忽略的，好，所以每个角色都行哦。佛法真的是圆融啊，活活泼泼啊。但角色有差异哦，要分辨哦。哇，你是妈妈，比爸爸还刚强。这个表法不能表错了啊！男要忠良啊，女要柔顺啊，不能表错法啊！啊，刚刚还跟大家分析呀，红户角色不同哦。弘法的人广结善缘，护法的人要护好团体。所以师长有说，韩馆长是护法，只要团体里有谁搞是非、口舌，韩馆长一定去搞得水落石出。这个口舌是非从谁那里出来的？马上警告他。好，已经告诉你了，你继续这样，给你签单哦。你别在这里破坏和合啊，造地狱业哦。哦，所以你看，进山门，看到布袋和尚、弥勒菩萨，大家知不知道啊？弥勒菩萨的背靠背，另外一尊菩萨是谁啊？韦陀菩萨拿着金刚杵啊，
维持团体的道风、学风、正气。不然那个是非人我的人，小人道长啊，君子就道消了。君子道长，小人才会道消啊。所以你是大护法，你一定要启用一些大公无私的人，你不能启用一些来这里混日子、来这里谋名利的。告诉大家，谋名利的人一定会嫉妒别人，会攻击别人的，会演过是非啊。最后好人都受池鱼之殃啊，最后这个团体就没正气了。大家想一想，那个范仲淹 被贬走了，一代忠臣被贬了，你看那朝廷什么气氛呢？算了算了，不如归去了，是吧？还范仲淹被回来重用了，当宰相，哇，一下子，所有的良臣忠臣，大家同心协力治理朝政，利益百姓。你看护法的人哦，他不能含糊啊，要主持正义哦，要显正破邪哦，不能打迷糊仗哦。你打迷糊仗了，那所有付出的人最后还被人家毁谤侮辱，那谁还敢付出啊？你搞得越付出的人越受攻击啊，那谁还敢干啊？一个团体不能没有正气啊。护法的难度啊，比弘法还高啊。弘法每天把经教好好深入，好好讲好啊。弘法的人呢，他遇到很多人事境缘啊，还有外的，还有内的，都要处理，都要面对啊。好，这个。不知不觉啊，时间已经超过不少了。好这个最后啊，想说呢，有没有哪一位同修今天不分享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我落实哪一句体会特别深刻特别有法喜愿意跟大家做供养因为供养就是普贤行我们今天才说我们把这一品学完呢要把普贤行呢变成我们的习惯这是我们的目标好有没有哪一位同修跟大家广修供养好，是我们这个郭居士我们 Lisa 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刚才听了师父讲的早上讲的这个课呢，然后弟子就是。也是最近也是刚好借着那个师父的恩就是的父亲嘛然后我们就发起了读这部大经嘛那真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
所以呢，我呢，弟子才能够就是，每天早上就是很准时的，就是5点钟，就跟着我们的一个团队嘛，然后就一起来念这一部经。所以在这里呢，也特别特别的感恩，就是师父也一直带着我们这个团队，然后在弘法。那我呢，也是刚才听了师父讲，就是说每一句话，就是把这部《无量寿经》落实到工作、生活、处事当中去。然后呢，也自己也非常的就是认真去落实，就是说在生活中啊，一定要把师父的教诲好好的落实下去。所以呢，真的是如果是有真诚心，有真正的就是老实听话，按照师父的教诲去做，那自己的身上真的是得到，也是有得到很大的利益，不管是对家庭啊、孩子啊，或者是就是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吧，我是觉得也是有帮助的。那就像有一天我也跟孩子们说，我说你们呢要好好的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家的大儿子就跟我说，妈，我喜欢干活。他跟我说，妈，我喜欢干活。我说你喜欢干活很好，很勤劳，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事例，我很喜欢。但是呢，你更重要的就是你要认真的学习，我希望你们呢，我就用一句话说，我说我希望你们两个都能够文武双全吧。然后我们家的小儿子就给我来了一句话，什么？他说，妈，那个大的就是头脑也是属于比较很单纯，非常单纯的哈，那大儿子。然后小儿子就马上跟我来的介绍，他妈，他说我知道，你既要我们呢要当张飞，又要我们当诸葛亮。然后呢，我心里就很想笑，我说那太好了，那这几年呢，魏怡老师的中华文化历史课堂没有白学哦。笑得我要死，他说，妈，我知道你既要我们当张飞，又要我们当诸葛亮。昨天晚上在跟我女儿，我女儿跟我call视频的时候，她最近一直在听那个老子的《道德经》嘛，我也很高兴，很随喜她啊。然后她也跟我，请放掌，请放掌，让你太累。没有没有，不累不累。她也一直跟我。他也跟我交流了一些就是道德经的一些老子的一些想法跟那个他然后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妈，我现在才理解我之前一直反对你，弟弟他们要学，就是一直要学，要就是要学这些，就是他们要努力的学，就是读书啊学习啊，我现在能够理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整天叫他们你们要读经，就是要拉着他们学，跟着弟子规学会，就是学这些传统文化嘛。然后他最近也听了道德经，他说我现在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叫着弟没，就是经常拉着弟弟他们要学这些传统文化。他就觉得说学这些传统文化帮助很大，他就是跟我分享了这一点，所以呢我也特别特别的高兴。然后呢，Lisa， 你的女儿说帮助很大在哪里呢？哎，她是说她学的《道德经》，她是说老子的那种就是胸怀嘛。她说很大，她说就是她说对人呢、一定要宽宏啊，就是要大量、要慈悲呀、但是她听的是英语的啊。他听的是英语的，因为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道德经呢，我说他也知道一共是81章嘛，然后他说他现在是反复的每一章一直在听嘛，我说是，我说你，他说他是听的，他说是，他跟我讲，他说妈，他说你别说，他说这个人呢是已经不在了，但是他讲道德经讲得非常好，他说
他说这边的老外也有很多学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他昨天晚上跟我讲跟我分享嘛，有的时候会开视频，那他就跟我说，他说学习这些传统文化会让你呢，就是说会，他也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会真的会开智慧。他说他是这样跟我说，我说是，他说我现在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拉着弟弟两个人就是一定要学这些就是中华文化。他说我最近在听了老子的道德经，他说我也感受非常非常的深，他就跟我讲的分享的这些。那我一直在想，我们呢作为父母的，如果是一直跟着比如说师父，包括以前师长老人家的这在一直在这种道上在学嘛，那家里的孩子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那都会就是说都会受到一些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熏陶吧。这是我之所以这几年来呢我就一直跟着我们弟子规学会的这个大家庭嘛，就也一直跟着大家，就是也不敢离开这个团队，因为我发现一离开的我肯定是会懈怠下来，每天都会被这些生活琐碎的事情嘛，就是说就是不知不觉中就是被生活琐碎的这些事情就是冲时间就被冲垮掉了，那哪怕有一点点时间拉一下，哪怕是一周能够学习一节课，总而言之有学总比没学好。我也是一个初学者，也是很差劲的，就是我总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想哈。好，我今天就分享这些，谢谢老师，谢谢那个，谢谢师傅，对不起。好，谢谢郭居士哈。陈德啊，听到他的分享啊，首先呢，感受到我们刚刚强调的感应。人生没有一件事是偶然，都是感应。他会遇到学传统文化的团体，感应。什么是能感？利益自己孩子的心是能感，所感是境界。再来，他的孩子呢，投在他们家也是感应。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希望来弘扬中华文化到世界上去的，这可能都不是偶然的。居然妈妈要求文武双全呢，他还直下承担啊，还 for example 啊，来举例哦，你看很多善的力量啊，善缘来了啊，听了我们魏宇老师讲历史，学历史啊，有见识啊，有胆识啊，都可以以这些留名青史的圣哲人为榜样。我们看历朝历代很多有贡献的人，你去读他的自传，他的传记，比方说这个，比方说苏轼，他一定是被范仲淹感动了，被富弼感动了，被欧阳修感动了，他们都是被前人感动了，而发愿呢，所以我们也要像德育课本，这个都是历史当中因为德行留名青史的圣哲人，要把他请来768位圣哲人来教自己的孩子，不用多一天讲两个，一年就讲完了。一天讲一个，两年就讲完了。这个叫很会善用因缘把圣贤请到家里来。而且您呢
听到你的孩子呢，说这个是张飞跟诸葛亮啊。我们还要回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哦，要相信自己啊，有本性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福报。那听到他的女儿分享学习《道德经》，我们不能小看小孩啊，不能小看年轻人啊，不能好为人师啊，不轻后学啊。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啊！啊，诸佛胜利，不可思议啊！这孩子的善根起得早啊，诸佛菩萨都在护持他们。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这一句话在哪里？我们真会引导孩子，他就得到无量诸佛咸共护念。我们自己真正了解这一句经文了，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包含讲课，都能得到无量诸佛咸共护念。啊，自己跟家人能把普贤行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无量诸佛咸共护念。那我们的孩子的因缘就比我们更好了。他从小就觉得都要遵循六度普贤十愿，那这是真正有智慧的父母。而且他的女儿很善学哦，你看都得到啊圣人的心法啊，要慈悲啊，要包容啊，还要有智慧。跟圣贤佛菩萨学什么？就学这两个重点，悲智啊，怎么双运呢？而且他是目前当目其心哦，去学老子的存心哦。那也让我们感觉到，因为这个郭居士最后讲的很感谢团体。末法时期啊，偶一大师说净受名啊四点。其中一点就是善有为依啊，依众靠众。这个对我们末法太重要的四个教诲了。般若为导，没有般若为导，盲修瞎练的。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啊！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呢，这个就是般若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知幻即离呀。离幻即绝了，不着相了。每天尽心尽力帮助众生，心地清净，不求回报，般若为道，净土为归，不留恋世间了。我所做一切，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极乐世界。一个方向极乐世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净土为归，观心为要，观起心动念，
持戒为本，从孝亲尊师这个大根大本，持戒，摄住自己的身口意的恶业，德有上已清修，哎，惭愧心起来了，解诸缠缚啊，这个八禅里面首先的无惭无愧啊，孝心一起来，惭愧心跟着起来了。再来，善有为依啊，依众靠众啊。啊，他刚刚提到了，哪怕一个星期就一次啊。好，不过这个一次还得要客观评估啊。啊，一次啊没有退步，还在进步，这样一次还可以。啊，假如一次还是有退步，那一次不够啊。还得再多熏一点、啊、修行靠个人、啊、不能别人一次你也要一次、啊、这个不是这样比的、啊啊、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啊哦、那我们就三天就读一次、啊、我们要有科学发展观、啊、动态观察自己的状态、啊、护念好自己护念好他人、啊、得动态观察啊，承德对自己的观察呢，一天不熏就不行了，哦，就做不了主了，啊，早晚定课没有了，这个妄念有点扶不住了。修行靠个人呢，得真实面对自己的情况，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了，啊，不能拿自己的法身慧命开玩笑啊。再来啊，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解行相应。假如我们熏习的时间少，首先自己不要难过，不要郁闷啊！哎呀，别人都可以熏那么多，我不行，烦恼做主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状况，只要你发了愿了，都是佛菩萨安排。可是我们假如起了好恶了，佛菩萨加持不上了、啊哎、我们在那里当家庭主妇、啊、边扫地边在那里抱怨，真倒霉、啊、也不让我赶快去道场念佛听经那这个就麻烦了、啊、嗯，要安住当下才能得力、啊、不然就生烦恼了、啊、像承德、啊、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承德19年多前的一个心愿，什么心愿呢？因为师长老人家说、啊哎、谁愿意来、啊、8个小时听经，8个小时念佛，谁愿意来啊？我们上下铺都让他来。我一听啊，就把工作辞掉啊，冲到学院去。哦，结果呢，这个缘啊不是很具足啊，当然也是熏习的很欢喜啊。5个多月之后呢，又回到台湾考老师了啊，结果没考上，但是我都相信佛菩萨安排。我没有难过、哦、这都是考试啊，我假如难过了我就不甘心了，我就去补习班报到了，我就去不了海口了而且啊我还考得很好啊，都是备举啊，也是佛菩萨加持的。为什么？我就是考得很好啊，我的先父才会觉得不忍心拒绝我去海口看看啊。假如我考得很差，赶快去补习班给我报到，我就去不了啦。哦，那佛菩萨还得加持我，考得刚刚好，很好又没考上。啊，其中有一科考中文，明明我会写的，想半天想不出来。
原来佛菩萨真厉害，还会加持我写不出来。为什么？考那一题我很熟悉啊，就是写不出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居然我写不出来。真的就被举了，因为啊，我差 0.5 分就考上了，那一题写对了2分。幸好没写对，不然我今天就见不到你们了。哎，可能我现在这个孩子还在学读大学啊，我还得要赚钱啊，这个时节因缘就不一样了啊。当然哈，当爸爸也有爸爸的因缘啊，还是可以行菩萨道啊，这个世事无碍啊。哦，佛法是圆融的啊。安住当下就对了，当然要觉了，要用觉悟啊，来走我们的菩提道。所以啊，我19多年多前我就有这个小小的心愿，结果呢，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而且任务越来越多。但是我还是相信佛菩萨安排，就考我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说不定我真正看破放下自在随缘的时候，我这个心愿就现前了。任何境界都不怀疑佛菩萨安排，这样才加持得上我们。亦无希求不希求想啊，亦无比我为愿之想啊。我们有个我想怎么样啊，那个境界不满我们的愿啊，我们就觉得忤逆我了，我们就会怨天尤人了。亦无比我为愿之想啊，以大慈悲利益心故啊，舍离一切执着。不要希求不希求啊，就是喜欢不喜欢的，把这个执着放下，把爱真放下，舍离一切执着，才能成就无量功德。佛菩萨、韦陀菩萨他们总护法，我们交给他，让他们安排，我们安住当下。结果啊，我接受了，我欢喜接受，虽然我这个心愿现在还达不到，但是一接受啊，有悟处了。还是8小时听经啊，还是8小时念佛。这个念字怎么写啊？精心呢、啊？生活、工作、处事、待人，一直提醒自己用真心。那师长老人家说的，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听经啊，打开电脑，打开播经机叫听经吗？常随佛学啊，谁是佛啊？一切众生都是佛，善财童子53餐呢。接触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给我们说法。那我每一天也有宣8个小时。就像您的3个孩子也在给你说法。只要我们不要说，这个小朋友不懂事，我们不要起这个高下见呢、有可能孩子的善根也在启发我们。我们呢，行中有解，就是在熏习了。因为我们形成什么习惯了？常习相应无边诸行，这个相应是什么？
我起的念头，我会提醒自己，哎，跟佛菩萨的心相不相应？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不相应？那我有没有在熏习啊？哎，我的一言一行，孔子会怎么做？佛陀会怎么做？一起这个念头，就开始正思维了。哦，用经典在判断当前的境界，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怎么做？在说在做当中，还是在依经典啊？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啊！随时都是提醒自己啊，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就相应了。随时经典都在熏习自己的。那很可能佛菩萨没有满我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我放下分别执着啊，好好悟一悟啊。当然我这个心愿还是在的，我还是很希望能够这样啊。当然任何的希望啊，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啊，我还是好好守本分，因为我属牛的啊，我好好耕耘，好好开疆辟土，哎，最后啊水到渠成，我的八小时听经、八小时念佛的心愿就会现前了。好，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